在陆地上，中国陆军最先进的坦克九九式大改主战坦克也参加了演习。九九式大改坦克采用了更大更重的全新楔形炮塔，在动力、火力盘点参加和平使命2014的地面明星装备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陆战之王九九改进型主战坦克。九九改进型主战坦克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第三代主战坦克，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。它具有强大的火力、优越的机动力和先进的火控系统。九九式坦克呢，是可以发射呢炮射的制导导弹。那么这种导弹呢，对目标的打击距离要远远的超过了炮，使得九九式坦克在地面作战当中可以先敌攻击，在作战当中呢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。